mama.爸爸在睡觉呢，咱们别打扰他了。爸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啥事儿这么高兴？你看我得奖杯了。我看看。大华，这么厉害的。你不打算奖励我点啥呀？那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大鸡腿儿。这个好办，你等着，大鸡腿来喽！啊！爸，你又套路我。嘿嘿，生活千姿百味，需要微笑去面对。我们自己开心的同时，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欢乐。你的鸡腿啊，在这儿呢。感谢快手给我们颁发的奖杯，今天的这份荣誉离不开大家的鼓励与支持，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大家。2019感恩有你，2020我们继续风雨同行。最后祝大家元旦快乐。